啥呀？什么意思？哎呀，上次咱猜的一个人，有一个人他只有九个手指头的呀。妖怪，沈腾啊，这个比较适合我上去演。得演得演，眼睛凸得老黑了，那个得演啊，就有他会一个绝招，他会一个绝招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九阳神功。九指连环，九阴白骨爪，对，就是那个，头发特别金毛狮王，对，超风，没超风，没超风。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哎呀，这个我在那个年代是最美的女人啊，对，胖子，哎，唐朝，我是谁？杨贵妃，对。这个就是叼着一根烟，然后从楼上演到楼下，那个特别厉害。哎，叫我包租婆。从明天开始，从一三五停水，二四六间歇性供水，怎样？啊，包租婆。对，哇，好厉害啊！那这个是一个女神级别的，总骑个自行车。Sophie Muscle 吗？差不多的，五个字。总骑个自行车。这个外国人。荒野大镖客。还真是五个字。哎，是一个人还是一部？是一个人，女人特别美，然后有个齐刘海，跟我长得挺像的那个。赫本。要说全名吗？全名。奥黛丽·赫本。奥黛丽·赫本。这个有人演过，河东狮吼，狮吼哥，这个我看过哟。啊，这个一个标志性的动作，来。对，有一个人特别，比如说这是一个小孩，他特别爱。王大陆。这个跟他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对，也是陈伟霆。Oh no！ 姚晨、陈伟霆、贾玲，这个贾玲姐估计不了解了。过了吧，这个角色是谁啊？能公布一下吗？是李大嘴。李大嘴。哇，这个。这个是你知道神话故事有八个人，哎，里面有何仙姑、铁拐梨，正确，好厉害呀、啊！这纯蒙啊！啊，那个，在一个河边，然后说大王，我不走。然后呢，他就那个什么《霸王别姬》。对。哇。那个，哎，走，拿个小针啊，小燕子，我打死你啊！走，那个什么，容嬷嬷，对啊，容嬷嬷，啊，对，哎，这个刚才你比这个的时候，我说那个卖炊饼的那个，我是他弟弟，武大郎，哎，对。还有一个就是身上总有一只小熊，然后不爱说话。学一个。我不会。憨豆。哎，好，时间到了。啊。这一轮我觉得双方发挥的都很好，哎。我抗议。你抗议什么？除了憨豆这种题啊，所有题也太接地气了吧？能不能出一点港台知识的题？但是嘉玲姐很多题都答出来了，像什么、啊？那是人家知识全面，对不对？沈腾，你此一时彼一时啊！你刚跟张柏芝坐那的时候，我们说啥了？他一句话没说呀。好，统计一下这一轮的结果啊，这一轮答对更多的是小圆。
王源。